观众朋友你好，我是 Gino， 欢迎您和我一起自助旅行。今天学这个字呢，人非万能，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技巧跟经验的培养呢，靠我们自己摸索是绝对学习不来的，我们一定要求助于前辈，请他们教导我们，为我们指点迷津。这个用英文来说就是 study under。Study 就是我们去学习去研读，那 under 就是在某人或是某物的下面，所以 study under 这个片语呢，很直接的表示了在某人之下去学习，意思很接近中文的拜某人为师。 She studied under a world-renowned violinist before she became a talented musician herself. She studied under 她在某人之下学习，谁呢？ A world-renowned violinist 一个全球全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before she became， 在她成为 a talented musician herself， 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之前，所以这个人呢，他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家了。但这是这个最后的事情，他达到这个等级之前呢，这个地位之前，他先拜了一位世界顶尖的小提琴家为师。She studied under a world-renowned violinist。换句话说，他在他的门下学习。但当然呢，这个学习除了可以靠拜师，我们也可以靠自己尝试，再透过我们犯下的错误呢，去汲取一些经验。而每一次的失败都可以是下一次成功的关键，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学到教训。英文有一个常用的片语 ，learn one's lesson。learn 就是学习 ，one's lesson 一个人的课。所以一个人要是 learns his lesson 或是 learns her lesson， 照字面上来看，就是一个人他学到一课。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教训。He finally learned his lesson after he got ticketed for the third time. He finally 他终于 learned his lesson， 学到一课，学到他的教训。After he got ticketed， 在他被开单 for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以后。所以这个男的，我们看到他八成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习惯。红绿灯对他来讲是照明用的，那马路边的红线呢，对他来讲是美化市容用的。所以呢，可能骑车的时候明明要两段是左转，他就硬是大拉拉给他这样撸过去。然后呢，或者可能这个路段明明不能够停车，他就硬是要把他的机车给他停进去这样子。结果好啦，夜路走多了总会碰见鬼的。于是呢，他就被警察给抓到，给开单了。而且开一次，开两次，他还心存侥幸，想说下一次就不会这么倒霉了。结果呢，被开了第三次，他才终于认了。He finally learned his lesson。为了他的荷包，也为了用路人的安全还有方便着想呢，他以后不会再偷鸡摸狗，不会再不遵守交通规则了。如果能够靠花钱去买一个教训，老实讲，这样算是很幸运的。但有时候呢，我们为了学到一个教训，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往往是非常大，而且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俚语 learn something the hard way。 learn something 学到某个东西， the hard way 困难不轻松的方式。所以 learn something the hard way 跟 learn one's lesson 同样都是学到教训的意思，只是Learn one's lesson 的意思呢，比较倾向于说自己曾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不愉快的经验，从那之后知道不应该再去做这件事情。而 learn something the hard way 则表示说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犯了错误，而且可能是相当严重、相当难忘的错误，而那个错误导致我们知道说不应该再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You can take my advice or you can learn it the hard wayYou can take, 你可以拿，你可以收下 my advice, 我的建议 or you can, 否则你也可以 learn it the hard way, 用比较困难的方法来学到这个经验。所以呢，这个人他才会说，你要嘛就听我的建议，照这样去做，否则你就要跌跌撞撞，付出沉重的代价，才会学到这个教训 learn it the hard way。 不过虽然呢，能有人指导我们、保护我们，那是好事，但我们不能够一辈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在一个小小的舒适圈里面。毕竟受伤、受挫折，那都是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过程。而且有时候呢，这些痛苦反而更可以给我们力量。Learn to live with something. Live 呢，就是住或是生活。
learn to live with something， 就是说学习如何看一个我们不喜欢、不欣赏的人、事或物和平相处。因为既然我们无力去改变它，那就算不能够张开双手把它给纳入怀中，我们至少也要学会怎么样去包容它，去包容这个让我们不愉快的情况。好比说 ，It kills me that it's in someone else， but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it。It kills me， 他杀我，也就是说，就让我非常难过。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呢 ？That he's seen someone else， 他在跟别人交往。But I guess， 但我猜，我想 ，I'll just have to， 我也就只能够 learn to live with it， 学习和这个事实、这个情形共存了。所以，这个人他先生，或者搞不好已经是前夫了，我们看不到哦。现在呢，正在跟别人交往。而看到自己深爱的人与自己步入礼堂的男人呢，竟然就这样子背弃了、抛弃了这个婚约、这个家庭，这样的痛楚呢，简直要了这个人的命。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房间里面那一张太过宽敞的床，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浴室里面那根没有人用的牙刷。不过大势已去，所以悲伤过后呢，他也只能尽可能的让自己看开一点，告诉自己说要接受这个事实，要 learn to live with it。好，最后我们来回顾一次今天节目里面介绍的关于学习的学的英文片语 study under， 在某人底下学习，也就是类似于中文的拜某人为师，在他门下学习知识还有技艺。 learn one's lesson， 学到教训，也就是透过一些不怎么愉快的经验学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learn something the hard way， 则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跌跌撞撞的历经挫折之后呢，才学到一个忘也忘不了的教训。最后，我们如果要 learn to live with something， 它就表示我们要学着如何看我们无力改变的情况共存，也就是要学会接受事实。不过说实在呢，再怎么样去接受，有一些事情还是会让我们很不爽。像什么呢？自成一家来看什么是甩战。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陆新闻是这样子报道交通讯息的，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将针对大量人潮的站点实施甩站措施。哎，见鬼了，那什么是甩站呢？原来大陆的甩站就是我们所谓的过站不停的意思，尤其是北京市的地铁呢，遇到特定假日常会有大量旅客涌入车站，那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沿线的班次有一些延误，都会在几个人潮特别多的车站采取这个过站不停的方式来疏解人潮。那其实这样的营运方式呢，台湾观众并不陌生，就以我们的台北捷运来说好了，跨年那一天也会采取这个甩站措施，每两班经过市政府的列车呢，都会有一班是过站不停的，借此来鼓励民众说提早在前一站或是后一站下车，来疏解市政府那个爆炸的大量人潮。最后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搞懂了学这个字，我是 Gino， 字在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